科学式的嚼劲就是窄的，就是酥酥脆脆的，然后加上那皮蛋啊，蛋黄跟蛋白两者那种不同的滋味，耐包粉哦，一定要加姜包啊姜汤。那什么、啊？那什么仙草？皮蛋。那皮蛋，那皮蛋的蛋蛋白、哦，我以为是仙草。蛮好喝的啊。可是就拿铁都不加点糖啊，更好喝。我觉得加糖更顺口哎，它把那个臭臭味压掉了，然后那蛋白就变得有口感，我才以为我在喝很硬的仙草。嗯，好喝，不难喝，蛋香味吗？哪有？皮蛋，太大口了，完了，所有皮蛋。喝水都奇怪违禁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就这要55块钱。你这也太坑了吧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吃啊！哎，